今晚是不得已才在你寝宫里睡的，我是不会睡的，你也别过来啊。好，都依你。王妃，这个就是您要的狼仙草纯露。只要奎木狼对我发脾气，我就可以假装受到刺激，借机小产了。你快去禀报你们大王，说我想跟他一叙。是。王妃邀请本王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大王，你是在找我吗？过来啊。大王。参见大王。这儿就是大王要跟我约会的地方？王妃不喜欢？没有，喜欢，很喜欢。跟我来。你来到画兽之后，还没有怎么好好看过。待在这儿，可以看到整个画兽的夜景。没想到画兽的夜景可以这么美啊。是啊，画兽的美需要一点一点发现。嗯，确实如此。谢谢你啊。你以后如果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，想去的地方，都可以和我提，我都会满足你。真的？那回家除外。